然后他就跟我说他现在有可能是有交到男朋友了，而且那个人你认识。我说谁？所以我就说不会是他吧。他就想哇一个片段把王小飞惹毛了。小 S 在小姐不惜地中听到大 S 宣布交到男友，她经过一番猜测猜出是具俊晔，没想到王小飞看到后暴气转发片段。是吗？你早猜到了，什么时候呢？是不是今天药又吃多了？小 S 无辜被骂，透过经纪人回应：人之半我也，与其能变不如能容；人之无我也，与其能防不如能化，高 EQ 面对。好男不和你斗啊！被女人欺负了，那是咱们的福气，是吧？让你格局更变大一点，是吧？王小飞杠上小 S， 站在直播上挺儿子 ，S 妈无奈已经不想多管小 S 的事。而大多数网友都认为，小 S 在节目上只字为提前姐夫，好聚好散，留下祝福就好。